终于回到家了，昨天晚上半夜3更才到家，所以黑咕隆咚什么也没拍。今天一大早，外面的阳光明媚，看看我们家的小花园。由于我妹妹在家里不断的浇水除草，2个星期都长大了很多，花也开得非常漂亮。哎，把那个坏树叶都弄掉。今天再修整一下我们的院子，你走了以后就我一个人干活了。可能就下次再来。赶秋天你再过来看看那些个果实长成了没？那最好。那我觉得大姐的院子生机盎然的，随便就可以一束鲜花。我昨天摘了一盆，今天又是一束。很漂亮，各种各样的。看这多漂亮的花呀！这盘给他们端过去，也能保持1个星期啊。今天是我回国的最后一天，大姐呢为我包的是猪肉馅的饺子。今天这个特别好的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个馅料，你看这是白萝卜和胡萝卜。我们都用的是这个搅拌机，特别好，又快又搅的又比较细腻。刚刚搅完，今天的馅应该是非常好吃。这个绿色的里边是有洋葱，还有那个香菜，还有小葱，然后还有那个生姜，生姜。好嘞，一会儿拌了以后，这个馅应该非常的有味儿。今天就给你做饺子送行啊，因为是中国有句俗语，说是送客的饺子，迎客的面。然后呢，饺子呢就是象征着这个圆满，也是这次我来大姐家这3个多月的一个圆满的结束，也就是圆满的完成了我在美国的这3个月的生活，而且我也特别满意，因为这次我收获特别大。我觉得这个。思想上的一个冲击也是挺大的，因为以前的一些认知吧，在国内没有非常深的去体会。这次我3个月的这个过程，我觉得这个冲击还是蛮大现在该下饺子了，好吧，圆圆满满啊。圆圆满满，饺子下好对喽，呀，开，我现在已经是第三点水了。第三点水了，已经对呀，没多长时间啊，不到5分钟水，就不最不后不一不。开就可以了啊，你就可以吃了。先盖住一会儿。这是我的酱醋汁，蒜泥汁，说错了。还要饺拿子醋吗？下好了，你今天吃的是最后一顿饭。蒜醋饺子越吃越香了啊！饺子吃完你就，可以，心满意足，心满离意开足。美国，离开，先返回家中吧。好的，好。来美国之前呢，也是很忐忑，因为这是一直以来也是一直想要过来的。我大姐和你成立的这样一个家庭，也是想真的是过来看一看。以前呢，只是听大姐在电话里面告诉我，她找了个老公，非常的优秀。Who is this wonderful husband that she found? I will kill him. 这是谁？她找到了很棒的丈夫，我会杀了他。我们大姐为我们这个一个大家庭付出了很多，这么多年来呢，然后来到美国呢。重新有一个这样一个美好的开始，我真的为他高兴。I am really happy for him to have such a wonderful start. 你再说吧。你说呢？我说，继续说。也祝愿你们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互相扶持，互敬互爱，能够在这样一个年龄呢，能真正的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状态，这是我们所有的家人
希望的看到的。I also wish that you can support each other, respect and love each other in the days to come, and that you can truly have a beautiful life at such an age. Which is what all our family members expect to see. 嗯。What do you mean at such an age? How old do you think I am? 这么大的年纪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几岁？年轻。时时刻刻他会开玩笑，但你都不知道他要开个啥玩笑呢。以后呢，多听大姐的话，锻炼身体，把身体健康，放在你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，生活计划里。In the future, listen to the elder sister's words more, exercise your body, and put your health in a very important life plan of yours. 这个话题我完全理解不了，多听大姐。理解了。Are you understand? Nah, be lazy and die early. 懒惰死得早。我还要说啥？你说我希望你活得长一点。我希望你和大姐能都能够活得长命百岁，然后下次我们再见的时候，你们比现在再年轻20岁。Good wishes. I hope you and everyone can live a long life, and next time we meet, you will be 20 years younger than you are now. Very good. We have a purpose. That was all very nice. Thank you. 先这个还要，我们先推到那，这个，你先推到我那边。今天把我妹妹送到女儿那，晚上她凌晨的飞机，再把她送到机场。那我就只能是一手拉一个。等等 ，Scott 就过去，把车开过去吧。你先挪到那点就行了。就要离开大姐的家了，好舍不得呀！三个月的时间，和他们相处的也很愉快啊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来大姐抱一抱。离开待了3个多月的美国大姐家。快到了 Urban Boulevard。好的，提这车位。不是媳妇，这次要好好抱一抱。